我是农村出来的嘛，以前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吧，吃饱了穿暖了。回首想一下，自己是刚开始是有梦想的，一步一个坑走出来的，这不是谁的名言，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感觉我一路走来没有任何幸运可说，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张琼，25岁，河南人，本科毕业，黄河科技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张琼，今年25岁，曾在黄河科技学院学习了2年的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今天来到我们现场非常开心，希望在这里能寻找一份与讲师或营销类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好，欢迎张琼，多多关照。你好，这个先说说为什么到退学吧。主要是因为家庭原因吧。嗯，能说具体一些吗？09年我上后半学期啊，09年我上大二那一年，我父亲去世，不是，我父亲去世了。哦。然后。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位农民工。哦。他就去世在工地上，他是耍枪的。很抱歉，出现的这段伤心的事。其实我今天感觉化妆挺漂亮的，我不想哭，我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了？然后不想气，我一气我就会控制不住的。啊，我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我父亲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特别乐观，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个人。突然心梗了是吧？应该就是吧，心肌梗塞吧。然后你就。因为这个对，我父亲去世之前，我弟跟着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弟生病了，然后花了我们将近10万块钱吧。我们是农民工家庭，家里是没有钱的，全部都是外债吧。生病，我父亲，我弟弟生病之后，然后接着就父亲去世了。当时我在读大学，然后我妹妹也在读大学，我弟弟也在读高中。我觉得没得选择。我觉得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父亲。我父亲特别，因为农民工能供养你和三个学生啊，你和妹妹都读大学。尤其是他是农，我弟弟也在读，现在也在读大学。为这个父亲鼓掌。现在弟弟也上大学了，妹妹大学读完了吗？我们妹妹刚刚毕业了，我弟弟正在读大三。妹妹怎么没来我们这儿求职呢？我妹妹在家经营店。经营店是你们自己姐妹的店吗？对，是我大学毕业，不是大学没读完，退学之后自己开的店，一直到现在开了4年多了。现在我来这里求职，追求自己的梦想。我妹在家看店，开店。开了个什么店？一家是精品店，一家是包包店。精品都是服装吗？精品是什么？你不知道精品是干嘛的吗？我不知道什么叫精品。你没有。精品店里分类吧，是。你没有给你女朋友送过礼物吗？她都自己拿着信用卡直接去买了。我太太啊，不是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了，现在已经。你在店里面还经常放非你莫属的节目？我一定要放的。为什么？他给我店能带来正能量。我们那主要是大学生嘛。然后我在我们店就固定一个时段，就是生意最好的，5点到7点那一段播放非你莫属，然后就和顾客产生了共鸣。他们一看，哎，这个老板挺洋气的哈，也不落后。有人认为老板就是流氓，没有文化。真的。哎，12位 boss。没有。等会儿。我不是说现场的12位 boss， 我是说我们那里。不是你的意思，流氓有文化就可以当老板吗？不是，我不是，大家误会了。我是说我们那种小店，不是我们12位 boss 这种伟大的企业，好吗？哎，越抹越黑了。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推广啊，也谢谢你对我们这12位 boss 的讴歌。这有什么好客气的？伟大。对，你要选出哪位不伟大嘛？对，来。这样，我觉得他的谈吐还是很有风格的。这个、大家对这个对这个朋友应该有环节出现的。对，大家对这个应聘者应该有一个这个人应该有初步了解。我们先让他行使他的权利，在12位 boss 当中灭掉一盏灯，告诉他你的企业，谢谢，我绝不会去。来，张兄，灭掉大姨吧。大姨。
隔一个我就被灭一次，很规律。凯可，在你之前，我们的被灭冠军是马丁。这儿呢，莫言，莫言。凯可，凯可，每期都来啊，每期都来啊。好，一定。我们掌声欢送柴可，进入管制区啊。有什么话自己对着那个镜头痛快的说吧啊，反正你的话筒也是拉掉的。来，接下来我们让余下的十一位 boss 做一个选择，自己接下来去还是留，请选择。哦，祝贺张琼还有十点灯为你亮着。我们问问唯一在这个环节灭灯的妮娜，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我们的风格还是比较踏实，比较稳重，这种风格可能。觉得他讲话的这个风格。他比较娱乐精神。啊，一嗨租车首先选择了退出。我来，余下的十位 boss，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台。我看你的简历里边写过你，你当过精品店的导购，又做过精品店的老板。那么你求职意向在讲师或讲师助理，你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在现场给我们讲一讲，如何做一个好的销售或好的导购？我想说一点，就是我讲师是我的梦想职业，营销类的是我的理想职业。梦想就是我没有经验。营销是我理性的一个，没关系，就是锻炼你潜力，总结的这个演一下吧。这个时候需要你这样，就是假如说，就我就是一个信步迈进到你店里的人，你怎么卖一样东西给我吗？啊，先生你好，你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随便看看啊，您看吧。花钱多肉痛啊！你要演，我要从你眼神中看到你喜欢哪个东西。我没什么喜欢的，拿你个走。我就看见你这儿放的非你莫属，哎，这主持人换人了，这主持人有点眼熟啊。不知道谁吧？意大利伟大那个。其实现场是不是这样的？对。重来一次吧。重来。就怕这句话。因为你。没有，张琼 ，sorry 啊，我提醒你一下，这儿对，提醒你一下，既然出了题，你应该认真对待。我你很有喜感，但你丢分了，你知道吗？刚才我知道，我缺少的就是职场的系统化的培训，真的。对，我觉得你假如说，就我就是个信步迈进到你店里的人，你怎么卖一样东西给我吗？啊，你怎么跟我搭讪呢？就我就是一个很无趣，然后就不知道买什么，又不想买什么东西的人。我说一下，我们那里都是学生。啊，思想都特别单纯，那找个不要说的那么狡猾啊！不用再狡猾，言外之意，你看，就是这还是完全完全完成这个考题，你不能选择，不能选择消费者嘛，对不对？那我的消费能力肯定比学生强嘛。张琼，是这样，张琼真的，你要不然你要不就别回答，要不然就不要再调侃了，把这个完成好不好？我们在认真的听，不是在开玩笑。我没。不好意思，我完成不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求职者的优势跟不足都非常的明显。他的优势就是他很有亲和力，很爱笑。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除了笑之外，其他啥都不会。他说做讲师是他的梦想，但他现在并没有真实的基础。对。而且在听你一番回答和这个老师的交流看来，我觉得他不是来找工作的。所以我有个问题，你用一分钟的时间做一次演讲。让大家关注农民工，这是你的真情实感，身边真实发生的事儿。你不能说你没有基础，你如果你认真的履行好这一分钟，越快速的抓住听众越好吗？来吧。我希望大家多关注农民工，他们虽然穿着特别，有时候穿得特别脏，但是他们心灵是完美的，没有他们，哪有我们在城市的美好？我。开店的时候有农民工来我们店买东西，我恨不得送给他们，但是我也要尊重他们的自尊心，一般都按，如果东西几十块，我要按十块五块卖给他们。我还希望我们就是如果在公交车见到农民工，我希望像正常人一样对待，能起身让个座，能更多的关心。没有了，谢谢。张琼，我觉得你不是在演讲，这不是演讲，这不是在演讲。对，这大道理每个人都可以讲，你讲的比你好。第二个是说，
在现场你模拟导购的时候，你其实嘻嘻哈哈，没有真正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表演的成分过重了，使人感觉担心这里边是不是有圈套，就是他没有认认真真的来履行今天找工作这事儿。而且我也怀疑他在这个个人简历上写的特长爱好是爱好演讲，曾经获奖，曾经获得多次这个演讲比赛的奖励，获得过什么奖励啊？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涂老师，我再强调一下，我是认认真真来找工作的。但是你的所有的行为，不管是回答问题，或者是在演绎某些事物的时候，可能是我今天表现不太好了。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这颗真心吧。我觉得是这样，张琼，开两个小店，做很好的生意，很体面的生活，也很成功，也很了不起。真的，你大二退学，肩负着养活弟弟妹妹供他们上学的重担，啊，你是个很了不起的姐姐，也是个很成功的，叫什么个体店主，而且你很能做生意。没什么，挺好，到这条路走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再来换一个。忽然把这些都扔了，你可以争取把店做大，从两个店变四个店。不是，我四个店变八个店。四个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想做一个，你看我第二届学的是营销，我想做个大方面的。其实我今天是奔着尹总来的，咖啡之意。我进到尹总的公司，从擦桌子干起。看我自己的能力，如果说将来能做咱公司的加盟培训讲师呀，或者说将来具体能加盟咱的店呀，这都是我的梦想。我实在是不明白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说做四家店八家店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不理解，两家店再干大伙都是没有意义的。两家店已经可以给家人买房子，买车，供弟弟妹妹读大学了。为什么我在这方面很擅长，我就擅长于在大学我想替张琼说两句。我觉得稍等，让他回答。好的。第一点，现在网店对我们实体店打击挺大的。哦。第二个，我们那里郑州市现在开店是特别贵的，要50万。那就意思是现在开不下去，对不对？才来找工作。不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对张琼有点，我稍微说两句，看张琼认不认同啊？就首先，我认为把两家店做成四家八家需要的能力，可能远大于他在这儿找份工作的能力。这个他可能有很多的环境和变化的问题。第二点，我认为其实张琼他本身有求上进的心，他前面因为家里的压力他忙于生计了，现在他终于想找到一个规范的企业，有文化，有培训，有氛围，我去学习干什么都行，给我一个通道和机会。我爱你啊。好吧，我得说我也爱你吗？真的，我这样说话，这样说话比较好，是不是？这样说话比较好，就是真心真意的。也许我们根据你的信息对你有错误的判断，对他可能没有表现出能力。你用我们的信息是片面的，好吧？这样，我们让余校的几位老板来做选择了，为张琼选择自己的去和留。各位，请选择。好，祝贺张琼，还有两家企业的 boss， 你亮着灯。周姐姐，周思敏，你就是我的梦想。两个梦想，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梦想。好，真的，我就是这样想的。实话，其实我说，刚刚我数次说话被打断啊。我不是说我要质疑你是什么，因为你在最开始明明说的是这两家店经营的不错，我想把它给我的妹妹做，我出来找份工作。但事实上是这个店难以为继，所以我需要出来找别的出路。我这一点是代表着选手对于自己资料的真诚和真实性。不是，兔老，我再解释一下哈，你看我一家店两年能赚多少钱哈？比如说赚15万吧，我再开第三家店，我需要50万。然后我就还攒好几年的资金去开第三家店。张琼，你别解释了，张琼。我作为一个 boss， 我的感受是，你就像你原特别不踏实，你原来那个店，你就像你店里卖的精品一样，那个、外包装特别好看，你拿出来我们都觉得真好，这姑娘又幽默哈、啊，又励志，对吧？打开盒子往里一看，哎，就这么点一小玩意儿，还不实用。但我觉得你把你的绝大部分的今天面试的时间全都包裹的太。对，我特别踏实，我认为我自己我特别踏实，我从店铺。但是你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踏实我怎么做出来的？不是马丁，我觉得是你要这样去理解。我刚看了一下，你从另外一角度理解，我看了一下他简历，人家19岁就闯社会了。所以他在我不怀疑他的过去，我只是说今天在有效的时间里，他没有把自己真实的想表现。恰恰是因为他最开始的表现，让我们觉得他太好了。
太踏实了。后来接下来在舞台上的表现着实是效率不高，不够加分的。一个年轻人就是很弱，懵懵懂懂传授，高开低走的太厉害了。信息传递上的，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张琼的错，其实我们自己的理解可能带着一些预判进去。对，我同意秦薇说的，我们宁愿相信我们理解错了。这样，张琼，我们已经灭了灯的人也不承担选择错误的风险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尹峰、周思敏谈钱不伤感情。来，我们请尹峰说一下准备给张琼准备的职位。我给你准备的是店长助理吧，你可以从学着做店长开始学习管理，未来自己开一家加盟店，这是我送给你的未来的一个梦想。周思敏，讲师助理，因为讲师助理可以成就你未来人生的梦想，你可以免费听很多很多的课程，然后呢，你可以跟着讲师到祖国各地四面八方去出差。我现在能不能还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帮我在郑州开个加盟店？我咖啡之意我特别看好，我想开加盟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资金，我怎么帮你开？你出钱，我出力。那就是直营店，这个我就了解。那我就做个直营店，你去当店长啊。但是我有股份。我觉得我要插一句这个话，就是说我们在求职过程里边有一个最起码的求职动机。我觉得你在求职之前所谓的梦想成为一个演讲家，这是一个幌子。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想要加入尹峰的这家企业，然后再为自己加盟店铺路。所以说呢，你不是来找工作的。这是不是你这次来的真实目的？对啊，这我真要问一下了，这是你真实目的？这也是我的目的之一，梦想之一，梦想嘛，左边梦想，右边理想。这是理想，这是梦想。但是他给你提供了店长助理，让你先学习，而且严总也提到了，说是将来当你。我就问将来能不能回到郑州？着急了，张琼。他自己上菜本身的问题，踏踏实实从底层干起。对啊，芝麻多的扫地开始。因为你这句话才让我留下了灯，虽然你今天的表现欠。这话说着急了。我再解释一下，因为我开店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看上了一个项目，然后我就十一之前我就打电话，去年十一之前我就打电话说加盟他这个店，他当时跟我说需要50万的资金，我说我只有十几万，他说可以，我不是我当时没有说我有多少钱，就说需要50万，我说他问我你是哪个地方，我们要去考察，我说我是龙湖区，他说可以，你们那个地方没有我们的加盟。张琼，对不起，我打断你，不是你今天到底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多找资金的呀？你们知道我的感受了吧？被耍，啊，我被耍。涂老师，我现在站在这里我很难受，我感觉就是被耍，你知道吗？我特别担心他问我说张琼老师，你能不能在郑州给我开个能不能说话，说着急了，有的话可以可以，你工作了之后，我们都有没有可能将来就是回到郑州？因为我想跟我妈在一起，就是3年之内吧。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公司将来开到让我去郑州生活？是这样。我不是说你跟他开公司的，我就是想，将来就是。所以这样，张琼，可以，可不可以这样？世界上，张琼要知道。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考虑啊，这是一个在父亲倒下之后挑起全家大梁的。姐姐，我3年之内我不会到郑州开分公司，可能我们这么想吧。好了，我们不吵了，都听我的。我不是那个没完了，谁再吵我打断谁的腿。你不是刚刚问我说要做加盟店吗？我想告诉你，咖啡机全国加盟对加盟商的评估是很严格的，除了热爱咖啡机自己投入之外。还会有很多其他要求，有评估团队。我们现在不是要做得多，我们要做得好，这关乎本人投资人本身的素质和追求。至于你是否能够做到，你本身的素质和你的追求很重要。我觉得张琼有点太急了，这个时候他一定不能急，不能去非常猛的就我要这个要那个。尹峰心里知道他缺乏一个那个能力的，他现在做不到的，对，所以他这样有可能反而会导致人家不选他或者怎么样。跟两位老师说谢谢再见，再去底下找投资是你尊重非你莫属最好的一个选择。反过来，如果我想问你，你是真的来找工作，你就踏踏实实找工作。你知道刚刚尹峰我俩都挺尴尬的，你说你来企业吧，真的怕你有一天到了这儿你说哎，我们开分公司吧，我们开分店吧，不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对所有的观看我们节目和即将想来我们节目报名的年轻人都有一点启发，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胸怀远大理想，
但是在你踏入职场的时候，把这些藏在自己心里好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对那个你的误解特别多。穆言，别打乱。不，我觉得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说，穆言，你假设一下，在沟通、如果你的公司，如果你的公司培养一个人，然后培养了两年，然后这个人回信，你俩出去打，你俩出去打。在沟通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大家总是有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四个彪形大汉随时把人给我架出去。张琼，你很喜欢我，我也非常欣赏你。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我真的是你的梦想，也是你喜欢的一个行业吧。私底下我愿意教你，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放弃这样的机会，好吧？朱老师，你别放弃，我就问一句话可以吗？我说三个理由。第一，我原本呢，还是我个人的认为我是作为备胎，在为你做一个最后的准备。那么既然你那么欣赏啊。周思明老师想做演讲家，我的放弃是一种成全。第二，我想说的是，人生永远都是这样，要舍得，要舍就有得，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谁也不可能脚踏两只船。第三句话就是，工作和人生本来就是件严肃的事情，不能那么随便。所以周思明女士，你的选择是放弃是吗？是这样，我很喜欢你，但我觉得你目前没有做好进入职场的准备，因此呢，我可以送你课程，免费教你，而且送你价值30000块钱的课程，我培训你，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吗？可以圆你的演讲梦。好，下来我们好好聊，给你一个机会到店里去体验实习一下，看看是否咖啡机是你想要的，未来能做什么，好不好？张琼，我希望录完这次节目回去之后，在你的小店里依然会在黄金时刻循环播放着非你莫属的节目视频，然后特别希望你好好的看这期节目，然后今天晚上回去冷静的回想一下这个整个过程里我们都说了什么，你都说了什么，都发生了什么，然后最后祝愿你的两家小店生意一样的好，然后做一个成功的小企业家，然后如果还继续想追求你的演讲家的梦想的话，周老师已经给了你30000块钱的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去上他的课，好吗？我们热烈掌声送别张琼。这边，我希望咖啡可以能给我个机会。来吧，张琼，张琼，妹妹，你听我的，听我的，来，再见。对，张琼别哭了，下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聊，给你一个机会到店里去体验。冷静冷静，自己再回想一下，好吧？啊。